续阿炳心想事成拿下750万澳元票房。2013年，林德龙以皇上身份宣布开拍古装贺岁电影《皇宫灿烂》，继续大搞穿越，向观众贺岁。Hello， 所有新旧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yFMTJ 林德龙。那这是我们最新的这部贺岁电影呢，就是把电台里面的《皇宫灿烂》呢变成了电影。我们是讲着一个世界历史都不能记载的皇朝，这个皇朝是6000年前。那只是我那个皇宫，还有一个农村的那个 setup， 那个 setup 就是有两个 acre 这样大，然后只是这边的 setup 都已经超过100万了。那么整个制作费，我相信超过300万是肯定的，那希望不要超过400万呢。对于姜与阿牛的结婚那件事之后，以及黄明志的冠军歌王一同抢攻2013年贺岁档市场。林德龙并不担心，并且承诺将秉持今年的做法，拿出总票房的18%作为分红。那这是有幸跟他们一起在这个贺岁档上映呢，我希望压力不要在我们身上，压力不要在马来西亚的电影身上，压力把它放在外国人的身上。我希望我们三部贺岁片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。那至于谁去拿票房冠军，那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重要，最重要就是所有的马来西亚人去 support 马来西亚的贺岁电影。电影版《皇宫灿烂》除了有大家熟悉的龟丞相陈浩然和如花颜为恩之外，还有饰演蛇将军的尹慧芬，演出小德子的左慧琴，以及扮演妃子的菲比等等。